耀轩讲说，那个发型跟他很像，就那个人行道旁边，就看不到这小俊。因为他演那个专辑，没有看到。还好，说到我那边也都见惯了。Ronald 这，你看我多近。旁边是那个吗？在后面。听见了吗？那我们跟小英一样高，好像也没有啊，两个好像一样高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电视上看起来蛮高的哦。